打开了没？嗯嗯。好，我先。欢迎来到魔术玩家直播节目，这是一个具有娱乐性和知识性的魔术直播节目。那本节目是由魔神魔术公司和高雄市魔术协会所赞助提供，直播时间是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3点，直播时间大概40分钟。那我们直播内容呢，分为7个单元，有魔术表演，还有教学，那也有魔术资讯的活动分享，那还有我们每次都会有故事分享，也有问与答的活动，那最后呢，一样会有魔术道具特卖会。那今天呢，也会有一个摸彩送奖品的活动。那直播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欢迎朋友一起观看哦，谢谢。第一名圣渊来了，哇，来了来了。好，声音好。哎，玄声也是很快啊。我这边可以看得到了，我这边可以看得到了。哎，这个好，大家都陆陆续续上来了。好，这边可以看得到。好，这样很好。玄声也来，哎，玄声怎么突然最近比较有空呢？啊，玄声你为什么最近比较有空啊？你不是那个吗？上班时间嘛，他也是上班时间啊。你该不会也跟台南郑老师一样，都是偷偷的上啊，偷偷的上啊。好，那这个来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天这个要来做个道歉启事。好，今天要做道歉启。对啊，我们要道歉启，又要道歉了。没有做好就要道歉了哈，因为哈我们直播完之后，我会去看重播嘛，也会看一下留言嘛，然后呢，我发现哦，我们昨天摸彩有少了几个名单，少了几位，因为我放进去的时候我都有念嘛，然后我发现哦，蔡老师没写到，蔡老师也是北部的，做教学也有，然后尚恩也没写到，尚恩对他们没写到，然后还有佩瑜，你也没写到，怎么办？今天没写到的怎么办？今天再补啊，不然我们补送他。我们下次今天是没有摸彩啦，今天是分享，就会送哦。你分享的时候哦，分享，然后下面要写已分享，然后十个名额啊，十个名额啊。我给一个提议，下一次摸彩的话，他的名字写2个。啊，没有啦，不用写两个啦。哎，对哈，因为他写两个多一个机会啊，多一个机会。因为他上次没写到。对啊。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有人跟我们提议啊，哈，就是哎，我觉得很好，他给我4个建议啊。好，4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哎，我们那个台南郑老师啊，嗨，好，那个哎，郑老师好像最近好像也都可以上来了，对啊，他都没有说他是那个有事情要离开，有事情要离开了啊。他说哈，观众有写已分享，但不一定真的有分享，因为已分享哈，它上面会跑出一个已分享，今天明秀也来了呢，所以呢，你那个可能在设定上哦，你要帮我们哈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要真的分享，这样我们节目才可以做得久，不是留言已分享，是你要真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哦。对，朋友啦，对啊，但是他这个分享可能是要设定什么之类的，要我是因为我的直播手机在那里了，所以你会用吗？你的手机你都怎么分享？你要不要教一下他？那个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吧？哦，下面有一个分享是不是？哦。哦，对了对了，那个底下哈，底下那个有个分享，按一下分享，好不好？哦，这样才有真的分享啊，因为这样节目才可以做得久，对，大家才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再念一次啊。好，现在呢是这个啊，我是陈炳龙，我是石匠笑。好，欢迎各位来到魔术玩家直播现场，这是一个具有娱乐性、知识性的。魔术直播节目，今天是几号？20号。没考到你。20号，礼拜二第15次直播。
哦，十五次啊，十五次超过两、我们看能不能突破一千次啊。那个时候疫情应该好了吧？一千次我就表演好几千个魔术。哇，一千次一天两个，一千次就两千个魔术了、欸對。那你这你们家东西还够多吗？好，那接下来呢，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好、哦、第一个单元。有人有问题问我好像你们那边可以设定知道谁有分享。嗯，没有，就是分享的时候那个名字上面 会跑出一个已分享小小的字，小小的。嗯，对对。 好来，我们第一个单元，哎，忘记了第一个单元从前面。好，第一个单元赠品介绍。赠品介绍今天要送什么？今天要送大家的呢是这个 牌套。排烫这个呢，平常就是如果你有玩魔术的，还有没有玩魔术的都好。有玩魔术的呢，平常都会放那个我们的一些牌组 的道具会放在里面。比如说像我这样子，会放扑克牌的道具，然后几张的牌组，因为它有两边，所以它也可以放两组。那没有玩魔术的呢，它可以平常放名片啊，或之类都可以。来看我们直播的，也有 没玩魔术的，应该也很少。哦有啊，也是有啊。真的吗？路过然后没玩魔术的吗？排套，十个。那这个要怎么送呢？因为今天我们是准备十个，所以呢，只要有帮我们分享影片，然后在留言板底下留言已分享，我们就会送你一个排套，一个一个。真正分享哦。对，要真正的帮我们分享哦。好，那个郑老师有说了，他还是要偷跑，要偷偷离开了、哦。看一下而已，哎、欸，看一下。不过也不错啊，因为他每次直播都有帮我们分享。对啊，哎呀，是我们这个忠实的粉丝啊，忠实的粉丝。哎、嗯欸，那个米秀说那个社团可以登记开始打疫苗，嗯、好像都登记过了吧？有啊，欸、只是还没打，还没打呢，还没列入，还没哦，有列入还没排到我、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没接到通知啊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单元。哦，静怡也来了，来，动作动作做一下，这位静怡的哦，啊，别人没有，我们只专属静怡哦，真的啊，好，有吗？好，第二个单元，那我们第二个单元是我的魔术表演，那接下来在表演之前呢，会有一个台词，睁大眼睛享受魔花，好，啊、音乐，嗯，那刚刚有没有，我提醒你一下。你最后不是要公布答案的时候有没有？你现在是先讲嘛？对，那个是开场。但是你真正那个要公布答案的时候有没有？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刚才刘谦不是说接下来就是、欸、今天的可以，好、哦，见证奇迹、那個、啊！你知道啊？好啊、那我昨天有表演一个刷子的魔术，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个还不错。他其实呢，今天我还可以介绍一次，好了，仔细看 真的、哦。欸、这个呢是我们刚刚的牌套，对不对、欸？要送的牌套。嗯、那我说过，他有玩魔术的人都知道，里面可以放我们的牌组。嗯哼。可是呢，我今天这里有准备几张卡片，这个卡片比较特别，它是空白的。嗯哼。给大家看一下，有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四张空白的。嗯、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四张空白。好，接下来呢，昨天这里有一把刷子。好，仔细看看，我稍微刷一下。这有一把刷子，然后它另外一面不是会有颜色吗？嗯，仔细看哦，刷一刷，把它慢慢的刷，接下来就是睁大眼睛享受魔幻的时刻。哦，哎，扑克牌就出来了，四张。不是，我现在有一个疑惑哎，你这个刷子哦，长这个样子有没有？五颜六色，刷出来的颜色好像没那么多，可是扑克牌全部都刷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用这四张 K 吗？啊，还有后续啊？哎、欸，有后续、哦，还有后续啊？不会吧？有后续，因为这里有四张 K， 对不对？嗯、这边还有一副扑克牌，嗯，给大家看一下，每张牌都是不一样，大家看一下。好，待会这样子好了，老师，待会我会把牌这样拨下来，帮我喊停、嗯，然后停一张，好不好？好，预备，开始。停，这里要不要换？不用，就这里。好，这里，嗯、仔细看哦。待会呢，我要让大家看仔细这一张哦。哦，好，看仔细哦，这一张哦。好，我现在把它放在这里。好，所以呢，接下来这边有刚刚我们介绍的四张 K、嗯、对吧？好，
仔细看哦，四张颗。好，这张是爱心。爱心。爱心。方块。好，然后方块。梅花。好，梅花。黑桃。还有黑桃。嗯、好，这里有四张，我把它放在这边。嗯好，老师帮我盖着、压着，盖好、哦。好，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这样，你看哦，稍微把牌洗一下好了。好，这里刚刚有四张 K 在这边，对不对？好，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其中一张 K 拿出来。嘿，我压得很紧呢。拿出来了，这张是爱心 K， 有看到吗？你是拿出他的灵魂吗？爱心 K 隐形的，有看到吗？啊，爱心 K 哦，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我先放在这边好了，他的灵魂嘛。仔细看了，爱心 K 放在这边。这边应该只剩下三张而已。好，打开看一下好了。三张。对，只剩下三张。三张。三张 K， 爱心 K 在这里，所以这边只剩下三张。嗯，这个过程好像不太可能剩三张哎。嗯，因为你压得很紧，对不对？哎、欸，你刚刚对啊，明明是四张啊，四張怎么可能会剩三张、啊？然后拿起一张爱心 K 起来放在这里，所以这里只剩三张。剩三张啊，剩三张，我要拜你为师了、欸。真的只剩三张啊。看一下，哎、欸，这样子好了，一张、两张、三张，好，反过来让大家看。梅花、方块、黑桃，哇塞，爱心 K 在这里。等一下，我可以再检查一下吗？可以，可以。搞不好你可以啊，可以，可以检查，真的可以拿起来。三张啊，没有连在一起，没有，爱心 K 不见了，因为在这里。欸、好啊，还没结束哦，真的灵魂在这里啊。嗯，好，现在呢，把刚刚选的这张牌放进去。放在这里，嗯，好，放进去哦，仔细看，我把爱心 K 拿起来，嗯、反过来、嗯，所以它现在是数字面朝上的，数字面朝上，它会找出你刚选到的那一张牌。我要讲出来吗？等一下、哦，我先把它丢进去，进去了。你刚刚选到的那张牌是什么？红心六啊。红心六，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刚刚爱心 K 反过来丢进去了，来看一下，哎、欸。有一张牌反过来是爱心 K， 然后我刚刚说他丢进去会找到一张牌、嗯，对不对？你刚选到那张牌是爱心6，对啊，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真的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办？打开 看怎么办？打开看看啊，打开看看，爱心6，找出来了，真的跑进去，我要吓你的、欸。要找出来了啊！哇，太厉害了！还有，刚刚、哦、还有、啊、还有，哇塞！那你这样，嗯、那你这样一千集之后，你这大概表演三千次的魔术了。这是一张钞票，100块的，这真钞、嗯，真的钞票。我要不要拿我的笔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钞票？真钞，好，钞票、哦，好。这边呢有一把钥匙，我把它拿出来好了，这是一把车钥匙。我先把它拿出来，难道送车吗？给大家看一下，送车。好，这里我们把它拿出来。哦、好，也来了。好，来，老师摸摸看吧，我的钥匙。哎、欸，这个不是要送车钥匙啊？嗯，其实让你应该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嗯，好，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这样，仔细看哦，钥、嗯、匙哦，一、二、三。哎、欸，我刚刚本来想说、哦、要用我的笔耶，没关系，我用车钥匙来。你用车，你居然用钥匙？钥匙把它抽过去。好，接下来来检查一下。天哪、啊，用钥匙？没破的哦，钞票还没破，钥匙没问题。没问题，哇！好，这是我今天的表演，谢谢大家。这个一千集之后，大概功力大增了好几数十倍哦。啊、每天晚上都在练习。好，那接下来，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老师的教学时间。好，又到了我们的教学时间。好、嗯哦，我们静怡啊，来帮你鼓掌啊！耶、yeah, ，谢谢。好，今天呢要来教各位的是哦，哦哦，延续呢，延续那个、嗯、延续呢昨天的一个技巧，技巧，
哎，延续昨天的技巧。好，开始喽，我稍微坐过来一点点。好，这个我们说那个什么，就是运动之前会热身，哎，要先表演魔术之前也要热身，表演手部要热身，表演魔术之前啊，等一下，等一下，重来一次啊，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换一下，换一下，好，就是那个表演魔术之前呢，也要热身一下，热身，热身一下，手指啊，手指热身一下。接下来用一支笔，这一支笔啊，好，这一支笔，嗯，做个稍微有一点点延续啊，嗯，哎，有一个流程，对对对对对，小流程而已啊，嗯，好，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好，一个流程，好，其实应该要先准备一支笔的，嗯，先手指运动一下啊，运动一下。好，出现，然后呢，放在这边，不见了，再把它倒出来，倒笔盖。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哪一部分？这个掌心啊的这个，就是昨天的应用啊，延伸啊，好，一开始呢，如果你昨天没有学到的话呢，可以再稍微看一下昨天的直播影片，嗯，啊，就是先把硬币放在这里嘛，对，好，先，好，这样子做，好，展示一下，然后呢，硬币放上来，扣住，对不对？好，好，接下来这边出现，好，接下来呢，昨天是加到这里，对，昨天到这边了，好，接下来呢，把它丢过来，好，丢到这里，然后呢？用手指呢压住它，好，用中指，好，无名指压住它，然后呢，把它呢交到这个，就是压住它，然后把它交到左手，好，交到左手，好，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支这种有盖子的这一种，有盖子，好，这样把它推进去，好，推进去，好，推进去之后呢，打开，那就不见了嘛，好，把盖子拔起来。把盖子拔起来，倒出来。好，再讲一次就好啊，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教学。好，先做个手指运动，对，热身一下，热身一下，然后呢，把它扣上来。好，扣上来之后呢，这个左手呢握起来，然后呢，好，出现了。好，好，接下来的延续呢，就是你把它丢回来。丢回来之后呢，啊，我们要把它压在这个掌心里面，用这个啊中指、无名指压住，然后呢，假装交到左手，啊，假装交到左手，然后准备一支笔，有盖子的笔，然后推进去，然后打开，没了嘛，对不对？嗯。好，这边拔起来，然后倒出来，好。接下来两个硬币，嗯，两个，好，这个呢，它是这样子的玩法，好，稍微过来一点点，哎，欸，中华，重来了，重来了，啊，重来了，重来了，好，接下来两个硬币，嗯，然后呢，它是手要交叉，对，好，手要交叉，给观众看，嗯，好，这个也很少人表演了，网络上好像很少看到，就是呢。你要先展示下面这一只手一个，好，然后呢再展示上面这一只手也是一个，然后咚他就跑过来，因为我们有教过很多次那一种两枚硬币集中的这个，对啊，这个表演嘛，对不对？啊，这也是其中一个两枚硬币集中，对，但是他用到的方法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法，掌心的这个方法，好，讲解一次哦，两个，然后呢交叉，这一支要扣住硬币的在上面，就是要扣硬币的在上面，嗯，然后先看一下在手指尖这里，然后呢握起来的时候呢把它压住，好，就是好压住这边先看，嗯，一个，好，啊，因为是这边一次这边一次嘛，它是这样子，嗯，所以这边先看一次，然后拿起来，然后这边一次，可是你会发现哦，这个手其实没有打开来，嗯，
他有做了一个我们上次有教的一个方法，一样的方法，就是你要把硬币呢先挪到外面了，就是你拿起来的时候有没有？你拿起来的时候呢，要把硬币呢留在外面了，然后这样子你只要轻轻的放开，你只要轻轻的放开呢，它就掉下来。嗯，啊，掉下来之后呢，这边呢过来的时候就会让观众产生一个错觉，感觉你好像是把这个硬币呢丢下来。嗯，实际上这个硬币呢是这只手，这只手，哎，这只手，好，这样子，啊，这个时间点要抓的稍微准一点，哦，时间点要稍微抓的准一点，好，最后一次喽，然后握起来，这边要上面这只手要先扣好，准备好，然后这边先看一个，嗯，然后拿起来，这边一个，嗯，哦，然后拿起来，然后转正，就是转正。所以落的地方要大概要在一样是这个中心。对对对对对，大概在这个中心点。好，大概在就是你这样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嗯，啊不啊不，你这样子打开的时候是这里，然后这边的时候也是大概这个位置。嗯，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两枚集中用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掌心的方法。心掌臂。好，但是好像书上有说了哈，这个方法其实是算是比较难一点点。比较困难。哎，这个看一下，这哦，对对对，就是好，哦，有在这里面吗？刚刚教的有，在这里面，所以要让大家看一下。对啊，哦，这个给他看一下，这个硬币交错有没有？啊，给大家看一下，两只手。但是书上看的比较慢啦，啊，直接教会比较稍微快一点点。嗯，好，接下来下一个单元。好，来下一个单元。好，感谢呢，崇怀哥帮我们分享。下一个单元是活动分享。好，活动分享。嗯，那活动分享的话呢，我们还是再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哦，昨天那个有跟各位分享那个捷克杯啊，哦，嗯，可是我有上网去看他的那个，他那个是粉丝专页吗？我有点忘记，还是社团？脸书的吗？嘿，我有去看。嗯，捷克魔术俱乐部，可是他写的内容不多，不多，他只写时间。那怎么参加？啊，但是在海报上面那个右下角那里有一个流程。嗯，就几点到几点是国小组的，然后国中组的，所以你如果你想要看这个7月31号，嗯，7月31号礼拜六这个捷克杯的这个比赛呢，嗯，你可以到这个你可以搜寻一下捷克魔术俱乐部啊，哦，然后呢，它上面那个海报上面哈，哦，右下角那里有写，嗯，时间有流程，哎，嗯，啊。他是说开那个 FB 啊，搜寻 FB 嘛，嗯，可是他没有讲说是不是直接是公开哦，直接公开是说你要报名，然后给你一个，还是说直接就可以看了？他没有说明，所以不知道，没有问啊，所以不知道。嗯，欸，因为我后来想一想说，有些人哈，嗯，他的表演哈，比赛是有时候是不想要外流。很多啦，尤其是那种高手，嗯，他们有时候不喜欢他的影片哦，喔，是外流。可是你如果是公开这样看的话，就都大家都看到了，欸，所以这个就不知道。好，这个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好来，那接下来单元，下一个单元是故事分享。好，又到我们故事分享。今天要分享什么故事呢？好。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贝伯定律。贝伯定律有听过吗？粉丝们有听过贝伯定律吗？贝伯定律，好，这个也许我们不太知道这个贝伯定律是什么，但是哈，嗯，我讲内容你可能大概就有听过。嗯嗯，这些故事啊，或者是这个内容，讲，嗯，一下大概就知道了，或者自己都有体验到了，只是你不知道
这个叫做贝博定律。对对对，我也不知道那个叫贝博定律，我是看了看了内容之后，哦，原来这个是贝博定律。就上次不是讲说，好像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效应或定律在。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贝博定律是什么呢？我们来讲一下哈，举个例子啊哈，比如说有个东西卖十块钱，好，那它涨了一块钱，变十一块钱。或者是说有一个东西是一万块，然后呢它涨了一百块，这两个你有感觉到什么差别吗？有啊，一万块涨一百块就觉得好像还好，还好，还好而已啊。可是十块钱涨了一块钱，就好像就哦，好像涨了很多，对不对？想迄落，人家卤肉饭十五块，啊，起价三块，哦，十八块了，哇，那变十八块。啊，如果是一千五涨了那个十几块，就觉得还好，对不对？哎、嗯，他这种现象哦，这种心理现象就叫做贝博定律啊。嗯，贝博定律啊，哈。好，那他现在哈有举两个故事，好，举两个故事了哈、哦。他说有一个意大利的心理学家哈、哦、做了一个送玫瑰花的实验。送玫瑰花，送玫瑰花的实验，他说在接近那个情人节的前两个月、哦嗯、他分两组、嗯、找了两对情人、嗯、然后呢这两对情人呢大概都大致上的年龄啊大致上背景都差不多、嗯、然后交往的时间也都差不多、嗯、有两对有两对、哦、然后呢第一对呢他就叫那个男生、哦嗯、每个礼拜、嗯、就是情人节的前两个月、啊嗯、每个礼拜都给他送花、嗯、送给那个女生送玫瑰花、哦、每个礼拜，然后到了情人节那一天呢，他加送个，比如说巧克力哦，送花嘛，送花又多送了一个啊，情人节到了嘛，再加个巧克力、嗯、这样子。可是呢，对这个女生来讲呢，可能她觉得还好哎，你知道还好哎、嗯，因为她说哈、哦，她说。哦、我先讲另外一个好那另外一个哈、哦、另外一个是这样子就是说叫那个男生、哦嗯、都不要送都不要送只有到情人节那天再送就好他、哦啊、一样送一束花跟巧克力可是哈、哦、这两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吗嘿你觉得那女生的感觉每天送、嗯、然后最后多送了一个巧克力，然后另外一个 是,、啊、一个是前两个月都没送，一直到情人节那天才送。有差别吗？可能第二个吧，因为你每天送，哎，说真的，好像，可是你每天送，你还是可以收集起来，然后就很大一束了。好，那我跟你讲，他实际上的实验出来、哦嗯、那个女生哦，她觉得说。第一组的女生啊、嗯、她觉得说你情人节哈、哦、就都送了我一个巧克力而已啊别人都送一大束花一大束花呢九十九朵玫瑰呢她就对这个男生有一点虽然是还可以接受啊、嗯、但是觉得说没那么好、嗯、可是另外那个第二组的女生哦因为那个男生都没送她嘛、嗯、一直到情人节一样就送那一束花然后加巧克力那女生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高兴那个差别是有出来的这是一个他们做过的一个实验、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哦，这个第二个故事、哦、我在网络上有看过好多次了、哦、那个 故事是这样好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嗯啊、然后呢跟她妈妈吵架、嗯、吵架你会跟爸爸妈妈吵架吗、哦、很少很少我们小时候会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然后那个女生呢、嗯那个小女生呢、嗯、跟妈妈赌气就离家就出走离家出走、那个新闻不是有时候都是说、啊哦、跟家人吵架了吵架然后就赌气就离家出走、啊、然后那个小女生就在外面闲逛啊、嗯、逛了一天之后 都没吃东西嘛肚子很饿、嗯、然后就来到了一个面摊、嗯、然后来到一个面摊之后呢就是点了一碗面、嗯、要吃面啊、嗯、可是发现身上没有 钱因为他突然离家出走、啊、身上也没带 钱来不及的、可是、哦、那个好心的面摊老板、啊、就想说
啊，这个女生哈，这个有点那个同情她就对了啊，没关系啊，就煮了一碗面，不用钱的、欸，不用钱，不用钱，欸、因为她身上也没钱了、啊、那就那个煮了一碗面给她吃，就说哦，请你吃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女孩子就非常的感激啊，嗯、感动啊，有一碗面，就说我们不认识啊，然后呢，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对啊，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呢？煮一碗面给我吃，对。然后呢，我那个妈妈真的很可恶啊，居然呢对我那么绝情啊。嗯、然后，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没听过。郑老师，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嗯哦、然后呢，你知道那个面摊的老板怎么讲吗？怎么讲、哦、他应该说、欸那个小女生就说：“哇，老板你好好哦，我们不认识，然后你又。”煮了一碗面给我吃，免费的。只不过是煮一碗面给你而已。啊？煮一碗面给你啊，又不像爸爸妈妈。啊，对对对对对。长得这么大。没错、嗯。那个面摊的老板就说：“哈，我也不过才煮了一碗面给你吃而已啊，你就这么感激我啊？啊，你要想想看呢，你妈妈这么大了，从小给你养到这么大，养了十几年呢，那不是更应该要感激你妈妈吗？”然后突然，这个女生突然恍然大悟、嗯，这个小女生突然觉醒了。突然间、欸，她可能没思考过这种问题啊，嗯、因为这个现象其实都有啊。嗯、因为亲人太近，太亲了，你把她当做一个很平常看待啊，嗯、久久就忘记了。对、啊。后来她突然清醒了，说：“啊，对哦，我妈妈这么辛苦养育我，我没有感激她。”反而为了一点点小事，然后跟我妈妈吵架、嗯，然后我现在一吵之后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呢，这个小女生就鼓起了勇气啊，哈、嗯，她就回家。那回家的时候，哈，你知道妈妈嘛，对不对、嗯？总是爱小孩，对吧？对。所以妈妈其实在等她，嗯，啊，她看她回来很高兴，对，就跟她讲说，饭菜都煮好了，赶快来吃饭，这样子。有感动到吗？有哦，粉丝们有感动到吗？那你现在要跟爸爸妈妈讲什么？爸爸妈妈，谢谢你。对、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有些事情呢，看似平常哦，嗯、就把它疏忽掉了。所以我在这边理所当然，在这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郑老师，这么辛、嗯、这个。嗯每天照顾我们，对不对？对嗯、好，谢谢。来，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单元。哎，有人给我按赞哦，陈老师又来了，陈老师又来了，按了一个赞啊、哦，陈老师，哎，这个给我们按一个大大的赞啊。对啊，哎，好，记得那个陈老师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影片。好，下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问与答。好，问与答。问与答呢？我看一下哈、啊，问与答。问与答，看看。哦，有人有问我问题吗？他说：“陈老师的直播要持续到二月哦。”二月？他为什么有一个特定的日？对啊，哎、欸，深渊也按了两个赞、哦，为什么会有二月哦？会有指定二月啊？我回想一下、啊，昨天到底讲了什么？哦，原来我有想到了吗？我有想到。嗯就是我说生日啊，哦，我想说我们撑到二月，他就可以拿到生日礼物了。哎、欸，对，哦，对对对，我们一定要撑到二月，好不好？对，好，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是，哦啊，谢谢那个陈老师帮我们分享、嗯，然后那个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有人分享一个影片给我嘛，给我们群组啊，嗯、然后不是说那个，哦，为什么他那个手法，哦，一个手法这么快啊，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女生那个，对对 对, 对，然后就说，哇，他怎么变的啊，然后手法这么快啊，可是哦，我在这边哦，要稍微呢做个，说明嘛，还是说，解释啊。怎么讲啊？就是哈，示范一下。因为对，因为哈、哦，
像我们表演久了，对不对？对、哦。久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说不是手法快，就变得怎么样、哦、那是另外一个部分。但是手法不用快，嗯，就不是手法快，快跟慢的问题。嗯。所以有些一般比较没有玩魔术的，他都会认为魔术师的手法其实是很快的。他看你表演完之后，他就说：“哦，秋罗劲，秋罗那才劲。”其实手法没有很快，我可以简单做个示范。好、嗯，比如说这个是海绵球，嗯，好，然后呢，这个海绵球呢，我现在把它拿起来放在我的手上，嗯，它就不见了嘛。那这样算是普通的速度，就是正常速度啦，嗯、就是像、哦、像我们在表演的时候说，哦，这里有个海绵球放在手上，然后呢，灯它就不见了，嗯，这是正常速度，嗯。可是呢，我不会这样子，就是我不会哦，做得很快啊、嗯，这跟快跟慢没有关系，嗯，我可以做很慢，嗯，而且会很像，嗯，我可以做很慢，慢东慢的慢，然后呢会很像，所以跟快慢没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我是觉得说。叠杯就不一样，就是那个杯子有没有叠？那个是很快，那个是比快的时间的，那个是比快的、嗯、几秒钟啪，还有那个魔术方块有没有？啪啊，三秒，他们那个完整有比赛，那个真的是比快的。但是魔术呢，通常呢，大部分呢、啊、感觉啊、嗯，除非有一些特殊例外的，对，不然其实你做的慢，其实还反而比较像。就说他其实不。它其实不在于快慢的问题，那不能讲快，那要讲什么？哇，那手法好快，那要讲什么？应该要讲，因为不能讲快啊，因为快其实我们跟快没有关系，快慢没关系啊。那应该会讲什么？或者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熟练吗？通常我都会讲的很自然，就是说、哦、他表演的很自然，比如说他表演的。就是那个动作很自然，他看不出来，嗯、或者是很顺、嗯。如果他是一个有一个流程，我就比较、哦、很顺畅嘛、嗯。啊，很顺畅就是很熟练，他就很顺畅嘛、嗯。如果只是单一个动作呢，可能会觉得说，欸、他表演的很像、哦，很像不见了、嗯，就是你做的很像啊。陈老师说，那叫手法好。哦，对对对，手法好也对，就哦，哎、欸，这个人手法真的是厉害。嗯，结果我哦，这秋罗真的没办法，但是我不会说啊，手路够紧。我们不会讲快、欸，不会讲快，就是说，哦、我会讲说、哦，手法很好，哦、很细腻、嗯，或者是说，很自然。嗯，好、哦，啊，当然，如果它是一个流程，可能会讲说，哦，他表演得很熟练、啊、很顺啊，什么之类的、嗯嗯。所以呢，在这边呢，要跟大家稍微再说明一下，嗯、做的自然、哦是比较重要的、哦、不是一定要快，跟快慢没有关系、哦、跟快慢比较没有那么大关系。哎、欸，韵阳，杨韵也来了，杨韵也来，哎、欸，杨韵也是好像每次都要来，都有帮我们分享、欸。好，接下来，好来，接下来，这是刚刚跟大家提，就是分享一下说，哦、其实呢，自然，嗯，自然啊，然后怎么讲？嗯就是做了自然要顺比较重、欸，不一定要做到很快。对对对对对。好，下一个单元是我们的特卖会。特卖会，今天只介绍两样东西就好。两样，哪两样？好，第一个，情人节到的时候怎么办？刚刚不是讲到情人节送花吗？嗯、好，笔，准备哦，一二三。金项链，很有效果，哦、对不对？金项链，它其实是可以戴金项链，可是是假的啊。如果要送女朋友，要送真 的、啊，千万不要送假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会拿去典当。典当，你典当，老板说：“哎、欸，你这 gay 呢？”一家就差嘛。对啊。金项链，所以不能送假的，要送真的。哎、欸，要送真的啊！金项链。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笔变项链呢？有三组，啊、哦，笔变项链，这个等一下，这个、欸、三组啊哈，
笔变项链。看这样子，好，看这样就好，不能看到秘密，看这样就好。好，笔变项链三组，三组好不好？一组呢，500块。哦，400块。400块。没有啦，300啊，200啊。多少呢？直接讲啊，直接讲。50块啊。50哦，笔变项链一组是50。50啊，好，50块。然后加一哦，有想要的加一。然后第二个呢、哦、是什么呢？第二个就这个。哦，这个互动很好的魔术。哦，这个，这个是1436版啊、哦。有的人说是牌点真多啊哈、哦。嗯。这个我就不表演了啦。嗯。哦，反正这个就给内行的会用的啊哈、嗯哦，会用的啊、哦。然后看一下里面。看一下。最多8颗，好，好，这个是全新的，多少？1000？哦，1000不用。900？嗯，900不用。800？不用。700？不用。300？不用。到底是多少？好了，200啊，200。200块、嗯。我们还是要有几组啊？三组啊。哦、三组。那个还是要吃饭的。200块。200块、啊，好，200块。笔变项链是50。然后牌点增多是200块、嗯，牌点增多200块。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单元还有吗？好，最后一个单元要来送东西了，送赠品，送奖品，送奖品，再介绍一下吧。好，奖品呢就是我刚刚在表演的时候呢有拿的一个牌套，那这个牌套呢就可以放我们一般在表演一些牌组都可以放，它有两边，所以可以放两个的牌套。好，这个。那总共我们有10个哦，所以呢，你只要帮我们分享影片，然后留言已分享的前10名，我们会送你一组牌套。那这个得奖的，我们会公布在那个直播影片上面、嗯、啊，还有留言区那里。好、啊，那我们本来说要送一个生日礼物啊、嗯，当天的、啊，可是还没想到要送什么。有没有人要提议一下说？提供送什么？如果粉丝呢，如果你的生日呢当天来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话呢？嗯，特别呢送他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然后上校来帮他唱个生日快乐歌啊，可以，这可以，真的这可以，还可以唱英文版，还可以唱英文。嗯，那生日礼物呢，还没想到哈、哦，没想到再跟大家公布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赠品呢会累积一小段时间，好、哦嗯，然后呢再一起寄出去，寄出、哦、啊。如果你有拿到这个赠品的这个名额呢，你就主动先私讯我一下、嗯哦、有几个有私讯我了、嗯欸啊、不过他们说要累积到100个一箱在一起寄这样子一箱哦，这样会很久哎、欸啊、我有登记起来、啊、你们自己也可以记录一下好不好，我如果忘记了再提醒我一下。好，那如我们看一下呢有没有人上线没介绍到的，我今天呢这个有手机可以看的 啊，因为那个有人跟我们讲说、嗯，如果我要及时跟观众互动，其实我这边应该要有一个荧幕啊，看得到。啊，因为我们的荧幕还没出来，所以我现在、欸、用手机啊、嗯、好不好？好，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的直播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拜拜。